館での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、看到了很多很漂亮的花，还能欣赏让人心情愉快的风景，最后还高兴地和小玉他们交换了点心一起吃。啊，真的好想再去一次啊。啊，我也想和丸子一起去远足呢。嗯，如果和爷爷一起去远足的话。丸子啊，水壶和背包一定很重吧，那就让爷爷来帮你拿吧。哇，真是太好了，我们来交换点心吧。好的，这些全都给你。如意算盘打多了吧？我也很想跟爷爷一起去远足的。丸子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我也非常非常想和丸子一起去远足呢。对了，爷爷，你年轻的时候也出去远足对吗？啊，当然了，不过呢，那已经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。啊想到什么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当年和大家去爬山的时候，好像遇到了非常好的事。爷爷遇到了什么非常好的事情啊？那个好像是什么来着？是见到了特别的景色，还是可爱的动物？不对不对，还是收到了什么礼物？记不起来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也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呢。啊，要不爷爷再去远足一次看看，说不定再去一次就会全部想起来了。说的有道理，这样的远足很有意义。我们还要带好多好吃的点心哦。爷爷，你可以买给我吗？那是当然了，丸子。哇，出发出发，去远足喽！上次我去了山林，这次我们就去看海吧。春天去看海不错呀。啊，可是我说爷爷，你是在山上远足的时候遇见的好事，还是去爬山比较好吧？没事，我们还是去丸子想去的地方吧。时隔几十年，我居然能和丸子一起去远足，还真是让人兴奋呢。啊，爷爷好兴奋呐！啊，爷爷要去远足？不服老的方式还真是多种多样啊。什么叫不服老的方式啊，广志？好了好了，要是真的去远足，人越多越好玩。要不这个礼拜天全家人一起去吧。啊，这个礼拜天我已经跟梁子约好要一起去买东西的。我这个礼拜天要去参加街道举办的聚会。真是不巧，我也有事儿不能参加。是这样啊，那还真是很可惜呢。嗯，真是太可惜了。第二天，那个礼拜天去远足是丸子让我来邀请你的，可以的话这个礼拜天和我们一起去海边吧。远足不是只有小孩子才会做的事吗？我都一把年纪了还去远足，多不好意思啊。那个要去远足，听上去很有趣。哎，把你的夫人也一起约上吧。约她？这个要去远足，可是我们已经这把年纪了。可不是嘛，本想以年纪大去推脱，可殷老先生也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于是就没办法拒绝了。啊，对了，小丸子还说他要亲自交给我们
如何购买好吃零食的方法呢？几天后，点心点心，牛奶糖得来一包，巧克力也不能少，甜甜又香香啊，真的很好吃啊！爷爷，这次不要再惯着小丸子了。啊！小丸子零食的限额跟在学校远足时的一样，严格限制在200日元以内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还以为肯定能买给我500日元以上的零食。啊，对了，说起来爷爷是大人呀，多买一些应该也是没什么关系的吧？这样就能多多分给我了。不不，还是不要搞差别待遇了，我的也限制在200日元以内吧。倒呵呵。要在200日元以内。今天零食采购的限额就是这样了，就以200日元整为目标采购吧。品种可真多呀。爷爷，这两个看上去都很好吃呢，我就决定买这个零食了。那爷爷你就买这个零食吧，好吗？好吗？这样一来两个都能吃到了。50日元，那个20日元，还有那个这个30日元，10日元，那个这个，对了，哪个是10日元，哪个是20日元，我已经完全搞不明白了。啊，我也是。那个，我们先把这些都放回去，再重新算一遍吧。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呢。这都多亏了小丸子。这个非常感谢你们两位。那么我们就明天见吧，中野先生。好的，尹先生，我们明天见。哇！感觉太好了，仿佛连心灵也被洗涤了。中野先生，过来泡泡脚。那个，这个，那个。我们去泡泡吧。那个小丸子，啊，这个给你。哇，真是太漂亮了，谢谢你。这个就算是回礼吧。嗯，给您，请收下这个吧。那个。谢谢你啊，小丸子。给。啊，总觉得远足时候吃的东西要比平时更好吃了呢。啊，我非常同意。那个不嫌弃的话，请尝尝这个。啊，为什么要切开呢？那个事先这样切好的话，这样的话就不能算点心了吧？应该就可以被当作午饭了。点心没有超过200日元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就开始吃了。好了，吃饱了，现在我们玩些什么好呢？玩游戏。啊，对了，我记得以前远足的时候在山顶还玩了相扑。哦，这么说我也记起来了，那个远足的时候的确玩了相扑。哎，原来你们两位老先生也有小的时候啊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中野先生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来一次久违的对战呢？啊，那个，这个。东方是有道之海，西方是中野之花。那个老伴儿，加油，请一定要加油啊！但是只为自己的丈夫加油，这样好吗？尹老先生，那个您也请加油吧。准备好，开始啦！大家把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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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把剑。那个两边都，请加油！爷爷爷爷，要加油！啊！大家把剑，大家把剑，大家把剑。这个，那个，大家把剑，大家把剑，那个。中野之花胜利了！我说爷爷，
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记起来了。那时候天上的云带着彩虹般的颜色漂浮着，那景色，那景色真是美丽的让人窒息呀。爷爷在说什么像彩虹一样的云呢？那个就叫彩云，看到彩云是会遇到好事的吉兆，那时候老师是这么说的。哎，我也想见到彩云呢，我也好希望能遇到好事情。话说回来，爷爷，那天你真的遇到好事情了吗？啊？后来我有没有遇到好事呢？哎呀，我忘记了。啊！啊！突然觉得肚子饿了。今天的远足真是好开心呢。就是这样。这把年纪还能精力充沛地和大家一起去远足，所谓好事就是指这个吧。回想起儿时记忆里的有藏，心情也稍稍的有点返老还童呢。好嘞。广智被误当作小偷了。说镇上发现了小偷，可不是嘛？有人说钱被偷了。那么小偷是谁呀？好像还没被抓到呢。真是危险的。我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你们一个个都苦着脸呢？我说爸爸，现在可不是应该喝醉酒的时候。听说我们镇上发现了小偷呢。啊？你们放心吧，我们家不可能有什么可以被偷的东西。总之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锁门了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回来了。爷爷奶奶，你们参加老人会的晨间扫除真是辛苦了。广智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喝酒之后去了什么地方，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你说昨天晚上？昨天晚上我喝完酒应该就直接回家了呀。哎，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问题啊？那是因为……其实昨天，在小偷出现的那个时间段，我在案发地附近看到过英老先生的儿子。那会不会就是英老先生的儿子干的？哎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应该不至于那样吧。那么说，现在爸爸是被大家怀疑的嫌疑犯了。笨蛋，我怎么可能会去做那种事情呢？别说傻话了，妈妈，再来一碗饭。应该没事的，丸子。我的教育绝不会让广智成为那种人的。老人会的人也只是看到了广智在那附近摇摇晃晃的走路。我也不相信广智会做这种事情，是为了以防万一才问一下。真是的，你以后可别喝那么多酒了。各位，我昨天看见了一个奇怪的人。看见奇怪的人。昨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完饭后走路回家，看见了一个奇怪的男人。爸爸妈妈快看，结果那里附近就传出遭窃的事情了。那人长什么样子啊？我想想啊，是爸爸。没事没事。爷爷爷爷，丸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不是广智吗？果然呢，果然爷爷也这么认为吧。啊。班上同学说，昨天在遭窃的人家附近看到了奇怪的家伙，就把这家伙画了出来。奇怪的家伙？不会吧？可是这个的确是广智啊。怎么办？如果爸爸真的是小偷的话，我就再也没有脸去学校了。我在这个镇子上也没办法待下去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也必须向祖先请罪了。
我说，爸爸。嗯？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？好好向我们解释一下吧。啊？昨天晚上我……你们怎么还在说这件事情呢？好了，如果你没有做什么坏事的话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说的是，说的是。万一警察来家里，你有不在场的证明，我们也可以安心呢。你们警匪片看多了吧？我没道理要跑出去偷别人家的东西啊。那肯定是因为我们家很穷，你才去偷的。是啊，是啊，因为我们家真的很穷。真是两个没有礼貌的家伙，拿你们两个没办法。昨天晚上小聚过后，我一个人又跑去喝了一小杯。我记得后来我就……啊！怎么了？也没什么。也没办法了。除此之外，我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真是的，说到关键的时候就……哎，怎么香烟抽完了？我得出去买包烟。没有啊，家里还有几包呢。是吗？广志那个家伙果然哪里怪怪的。好吧，丸子，我们只好出去调查一下。调查一下。第二天，你是说英先生吗？前天晚上你在附近看见过他吗？请你仔细回想一下吧，佐佐木爷爷，你一定还记得那天晚上的吧？我想想，前天晚上我和妻子一起出去之后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确实在那边看到一个很像英先生的人在抽烟。咦，爷爷，被偷的人家好像就是这户。莫非是广志那个家伙一边在这儿抽烟一边观察里边的情况？怎么会这样？爷爷，爸爸真的是小偷吗？我们没有决定性的证据，现在还不能这么说。你这是怎么了，丸子？爷爷，这个烟头和广志抽的是一样的牌子。是吗？真烦人！难道你们两个现在还在怀疑我吗？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。啊？不就是烟头吗？烟头掉在现场了，这个是爸爸抽的，对吧？这不是我抽的。广志，你就说出真实情况吧。如果我真是小偷的话，那么请问我把偷来的钱放哪里了呢？那么，给我们看看你的钱包。看吧，果然是你。广志啊，我真不愿意怀疑你的清白，但是你现在这种态度，妈呀，天哪，真是烦人。我吃饱了。爷爷。丸子。你们两个要去哪儿啊？妈妈。说爸爸是小偷，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还这么想呢？但是现在我们连证据都有了。我看这是别人抽剩的烟头吧，再说这种模样的人到处都有。那爸爸干嘛什么都不说就偷偷地溜出去了呢？这个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可疑？妈妈，就让我们跟在后面吧。都会返回作案现场。这么说，爸爸果然就是小偷。爸爸。是妈妈。怎么还有小丸子和爷爷呢？你们三个为什么待在这里啊？我倒要问你怎么会在这里。广志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赶紧向我们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儿呢？对不起。其实我必须要向你们道个歉。难道说你真的就是爸爸？广志，我不小心
把钱包弄丢了。啊！昨天在小丸子和爷爷的逼问之下，我才想起来，就在那天晚上。好痛啊！不行了，今天喝太多了，稍微清醒一点再回家吧。哎，应该就在那个时候，不知道把钱包丢在哪儿了。我已经把家里都翻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我的钱包。是这样啊，太好了！这种事情你直接说出来不就好了？要是被妈妈知道的话，她一定会很生气的。其实我一直都是相信你的，广志。总之太好了。一点也不好，我的钱包还没找到呢。啊，找到了！我的钱包居然掉在草丛里面。干得好，小丸子。真是太好了。的确太好了。这是怎么了，爸爸？怎么是空的？看来那天小偷肯定偷了我的钱包。不是啊，偷钱的人就是爸爸。爸爸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居然在居酒屋把钱包里的钱都花光了。这张收据就是证据。妈妈，不是那样的。虽然小丸子从心里觉得爸爸不是小偷真是太好了，但是妈妈的严厉审讯才刚刚开始。喝多了，以后不准再出去喝这么多酒了。我确实说过，妈妈你不懒散点是不行的，但是也不用做到那个地步吧。虽然很想去看看燕子的幼鸟怎么样了，但是你这个样子的话，我担心的没法出去了。下一期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为燕子加油和小丸子教育妈妈，敬请期待哟。